大家好，我是小洛。现在我在我外婆家，我外婆现在准备包粽子。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感觉我们家里包粽子怎么这么麻烦？因为在广州，我老婆也有包，感觉挺简单的。现在我外婆在烧这个碱水啊，她这个厨房没有排烟的，好大的烟啊！我外婆说把这个水烧开了，然后淋到上面，把那个水过滤出来，然后用那个来包。我感觉我老婆在广州包好像不用这么麻烦。那就是这样，把这个烧了之后夹出来放到这边。啊，这烟熏的我受不了了。我外婆说外面是有那个碱水卖，所以不用烧这个。家里面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包粽子的方法，用这个碱水。这个粽叶我外婆她已经提前摘好了啊，这是新鲜的。我们老家这个粽叶都是现摘现包，我们在广州就是买的那种干的，然后要用水把它泡开。外婆现在下去洗一下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水啊都是直接在这个山下面流下来的，直接就放这里洗了啊，很方便啊。我现在才发现这西瓜居然结了，还有这么大一个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呢，这个我感觉应该能吃了，真的可以吃了，待会给它整一个。这个已经烧好了，然后给它倒到这个上面。哇，这个还有火在里面，会不会等一下着火？看怎么做的啊，浇水传统方法。这边我老妈在给她准备一些肉啊，这是我家第一次包这种肉粽啊。怎么我小时候不包这个肉粽呢？你是直接剁碎剁成肉丸子放里面啊？要剁，直接剁碎了，剁碎也要小种子包的话，把那米包装到从两大米的干。这个肉粽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我外婆用这个来绑那个粽子的，我小时候就是用这个绑的，我记得。现在我外婆已经把刚刚烧的那个灰的那个碱水放到这个里面泡一下。刚才我没拍到，我外婆已经把这个水过滤了，然后现在在这个锅里打开给你们看看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炒灰水，然后刚刚剩下的那个水就拿来煮那个粽子。现在我外婆准备来包粽子了啊。我外婆说是她的奶奶教她包的粽子。包子吧，是啊，哦，行啊。我外婆家的粽子就是这样包的啊，这应该是最古老的办法了。现在给外婆剪头发，一般我老妈过来的话，就是负责我这个外婆的发型啊。她这个头发容易剪啊，就这样剪齐就行了。如果要吃粽子，明天来外婆家拿。明天啊，哦，可以可以。嗯呀，我外婆真的还把我当小孩子，她说我是不是没吃饱饭？我不要不要不要，等我下次我带小孩回来，我再，下次我带洗干净再拿啊。粽子的话我今天就不拿了，然后这个杨梅的话我就拿回去了，也没敢拿多啊，因为这玩意容易坏啊，到时候吃完再来拿。行了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了，拜拜。